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《我的朋友想要飞》。有两个朋友，他们做什么事都在一起。直到有一天，企鹅决定做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这次他要自己去飞。他是长着翅膀，尽管不怎么好使，但这并不妨碍企鹅进行尝试。一次次尝试，但没有一次成功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没辙了。男孩想让他坐自己的飞机，不过上次飞机发动机坏了，还没有修好。再说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企鹅想靠自己飞。做了一点研究之后，他们知道企鹅飞起来的可能性不大。于是男孩和企鹅一起决定去寻求帮助。这时有样东西吸引了企鹅的注意，他知道他的机会来了。企鹅很激动，顾不上告诉男孩，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。男孩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男孩到处找企鹅，有那么一刻，他甚至以为他找到了他的朋友。不过，这些企鹅里没有一个会玩他最喜欢的游戏。与此同时，男孩的企鹅朋友找到了马戏团，当场被录用，不久他就可以飞了。突然，他发觉自己的朋友不知道哪儿去了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家。那天深夜，企鹅忍不住思念起他的朋友来。同样，男孩也因为担心他的朋友睡不着觉。第二天，男孩把企鹅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。这时，有样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，看来他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企鹅的重要时刻到了，可他却不知道该怎样飞。他多么希望那个男孩在这里。他的朋友有没有发现他不见了？想这些已经来不及了。砰！他像颗炸弹一样被发射了出去。男孩冲了进去，希望能够接住他的朋友。企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可以飞得那么高，那么快。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落地，他吓坏了，真希望他的朋友能来救他。男孩就在这里，接住了他。两个朋友都认为企鹅翅膀不好使的原因是企鹅不喜欢飞。于是他们一起回家休息，玩他们最喜爱的游戏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们喜欢故事中的小男孩和企鹅吗？身边有一个这样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，是不是很暖心呢？